大勋在娱乐圈里边也能够算得上是当红男星了，而且是一位靠着综艺节目爆红的男星。近来为大勋现身机场，身穿浅灰色卫衣搭配灰色牛仔裤，低调现身机场的魏大勋戴着黑色渔夫帽，休闲又有范儿，身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，颜色朴素，版型简约，给人舒适干净充满朝气的感觉。灰色的连帽卫衣舒适度极佳，既简约又不失范儿，搭配一条黑色的牛仔裤，利落又帅气，脚踏一双白色的鞋子，简单干净，这件卫衣看着就很温暖厚实，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穿。魏大勋的灰色卫衣非常简约，图案很少，看着特别的低调，特别适合他这个年纪，整身的造型非常时尚。他在卫衣下面搭配了黑色牛仔裤，绝对是百搭的裤子，能够让男性身上的成熟魅力增强。魏大勋的造型穿出了男性的时尚感，看着就觉得十分帅气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